好啦，我要去跟他交易了啦，气死哎、欸！法师，小僵尸的台语怎么讲？小僵尸，谁家的僵尸？僵尸的台语怎么念？先搞清楚僵尸的台语怎么念。僵尸的台语怎么念？我也不知道哎、欸，有人会念僵尸的台语吗？僵尸，还是僵尸吧？乱念而已。不要丢东西给他啦！指南针，指南针，哎、欸、啊、哦、好，指南针好做啦。金、红、石，只要铁跟红石好不好？哪要金啊？那是时钟，我记错了。哦哦，好啊啊！我的铁嘞，哦有铁在身上。哇，麦克丢了啦！哎、欸，你奇怪，你很爱学我呢。为什么身上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啊？啊呵啊呵，你应该是被盗了。被盗吗？好可怕哦！不要丢垃圾给我啦！我就在那边塞不完了，你还要丢给我？你丢几件啊？这是谁的猫？四件。那只长得像喵哈的是谁的猫？那就是喵哈。我的是你的哎、欸，法师是你的、欸。哦，法师你像喵哈哦。啊？你像喵哈哦！天哪！你妈才像喵哈、啊！不要不要，拜托不要！八个绿宝石，哎、欸，八个绿宝石可以换空白地图，可以了可以了。换到了吗？八个绿宝石，好多鱼哦！咻！我知道你很多鱼啊。我在你家。抱歉。什么？哦，你在我家，我以为你是要说我在你家，你等一下最好跟我好好讲话，不然你就放把火把你家烧了。对呀，你好聪明哦。机车哎、欸，起火了。开始有烟冒出来了。小心哦，小心哦。小心什么？箱子打不开、欸，为什么？再那个，我现在僵尸打不死，完蛋，我等下要死掉了。哎、欸，怎么办？箱子打不开，箱子打不开。我现在看你们都没有在动了。我也是啊。动了。哦，有人在宰片了啦。是不是要爆炸？啊，惨了惨了，爆炸倒数，爆炸倒数。今天是怎样开什么爆什么吗？哇塞！哇哇！倒数。开始爆炸了。你们被踢出来了吗？不是啊，刚我们不是在讲那个，我们刚不是在讲那个僵尸的台语怎么念吗？嘿，那我就看到泱泱在聊天室里面打，哎，当的尸体，白痴哦，尸体，这样我绿宝石是不见的吗？没有吧？有点小小回收，就跟我钓竿，就跟我钓竿不见了。哎，我绿宝石不见了啦！What the fuck？ 我钓竿也不见过了，停在这边了。哎，等一下，这样不能跟村民交易啦。什么？你的绿宝石掉去哪了？不知道，他上次上次也是一样这样，法师有一把钓竿，上次也是这样不见。哎、欸，又你在那边爱宰哦。那这个怎么办？哎、欸，白痴哦、喔，绿宝石，你们还有绿宝石吗？绿宝石在身就有啊，我钓竿你什么时候还我？钓竿好啦，我这把还你啦。一样，你这把臭的。你的很香一样的哈。有啊，香到会修那久哎。哎呀、欸啊，这样哎、欸，我好不容易要跟他交易，结果不见呢、欸。看一下，我应该是没有挖到绿宝石。哎、欸，法师，你家有五颗哎，可以借个吗？你妈才五颗了，可以借个吗？啊，我的东西哎。好啦、啊、我这把还你呗。不是啊，绿宝石。哎、欸，不是啊，我是拿到绿宝石之后才那个哎断掉哎，会不会现在？断的哦。对啊，现在啊会不会现在我拿去换之后又马上断掉啊？那是。不会吧？不会这么水小吧？我换看看哦。为什么啊？等一下。等，我好。好，我换了，我换了，你们都安全了哈。安全了。好，我换空白地图了。好，我换回来了，我换回来了。有那移动。好，动了，我也动了。好。有那再移动。哎、欸，箱子打不开。哎、欸，真的哎、欸。有那不动了。真的假的？为什么？哎、欸，不是，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绿宝石有 bug 吗？不是，不是，这个我一定要合理怀疑一下下。因为你在上船啊、不是不是，听我讲一下状况。听我讲一下。好，你说。上礼拜我们也是一样要找宅邸，然后我们用那个 locate 的指令找宅邸哦，然后 locate 的指令打完，就跟现在一模一样的状况。然后我们现在要打开地图看宅邸在哪里，然后一拿到地图也是又现在的状况。哦，我在哪里？我的绿宝石又不见了。各种哎、欸。What the fuck？ 你都去哪了？有人说，可是我这个不是宅邸地图，它是空白地图啊。它打开之后不就是看到宅邸的样子吗？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这是宅邸这个版本没有宅邸这回事吗？不可能啊。
欸，不是不是啊，我是说没有没有，就是我们只能用误打误撞去找嘛，就是没有办法用方法去找他这样子，嗯，太奇怪了吧？欸，我们已经为了找宅邸这个动作，就找宅邸这个动作而已哦，折损了一把经验修补的钓竿，16颗绿宝石，然后无数次的伺服器重开，不会吧？怎样啦？什么东西？不会吧？怎样？有嗨。Hi，你看到空气就你现在左键连点好了，你不要放开。真假的，他要隐形了，在哪？啊啊啊！哎，你自己叫我快点泡水，快泡水啦！我的命又没了啦！哎，没事。哎，我你刚刚自己叫我，你刚叫我怎样？你自己讲。左键连点的是右键。哎，一样是武器去打人呐，哪里啊？他又隐形了。我没有吧？我只是说左键连点，因为会有东西而已啊。什么东西？不知道那个新的对哦，我上次有给他隐形药水啦。对，新版本有个新功能，就是你打一打空气会喷爆。啊？有啊，真的啊，刚刚我去查那个。你打一打，那个空气会掉钱啊。啊，没关系，没关系，我等一下也去弄隐形药水就好。那我啊，不是你是谁？你在我后面啊？你屁啊，有鬼啊！打到在哪里？哎、欸、哎、欸，在哪里？在哪里？等一下。哎、欸，怎么可能？你给我哎、欸，不要浪费，我在附近啊，等一下啊。啊，我，别射，很危险啦、啊！等一下，哎、欸、哪里哪里哪里？哎、欸、哎、欸、啊不，哎、欸、哎、欸，我要被泡水泡水泡水啦！没事，泡水啦！我就想要死哎、欸！你要死干嘛？你要诬赖我，让我捐钱是不是？啊啊！人类、欸、人到底去这里？看到看到，看到个屁呀、啊！快逃！看到我刚刚有看到哦，你们两个在我的弹道上，我不敢开啦。我要看你，我要看你玩啊！啊！我要看你被打、啊。去你的！嗯。哈哈哈！这里，等一下，有那里，哎。哎、欸，怎么你啦，你啦，每个都我，不然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嗯？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这里我就知道你呀、啊，就是你呀、啊，每个都我，这边偷打人呢、欸。我打你又没有钱？有啊，有。他给我不要。你看，是不是你？你说有钱啊钱、欸？哎、欸，极限生存不要这样打、啊。那里，这里，这裡。等一下，最好是那里的。你又看到什么了？有啊，它空气没有，它空气不是流动，对啊，它空气周围有那个查克拉，有没有？查克拉，我的天啊！我知道那是可以关的。哪里有查克拉啦？哪里呀、啊？你呀、啊，你看这怎么偷打我？你刚刚被打到哎、欸，有。哎呀！哎、欸，没得玩了，没得玩了！哎、欸，拆我家棒棒，这是我的信仰，你居然给我拆掉！现行了，现行了，没事了。哇塞嘞！是被水冲掉了吗？还是可能被水冲掉哦？哎、欸，这很白目哎、欸！哇，天哪，你完蛋了你！跟我屁事哦！你是不是你拆的？你没有，你再重放个不就好了吗？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那个已经不是棒棒了，它不是了。为啥？它不是了，它不是我的那个信仰了，它不是了，不一样了。出去出去小奈出去出去啦出去啦出去啦呱呱啊好累哦好累哦怎么样有没有很想念女鬼啊、yeah. 很久没有看到女鬼了齁好啦 那我们到底要干嘛冲装备反正宅邸也去不成啦、啊、对啊他不讲话了，他生气了。哎、欸，气脾气。他在翻脸了，气死哎、欸！就说你知道一开始，其实你们在那个弄那个宅邸地图的时候，我就已经就是准备好要喝了。你要喝什么？然后我已经喝下去，就喝那隐形药水啊。啊，结果喝下去之后，你就那个荡掉啊，是不是又崩溃啊？然后我就啊，所以我等下重喝一次吗？这种概念。那我是。天哪。走开啊出去啊谢谢你的观赏还看得开心吗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锁定我更多动态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咯，拜拜。